他在这里，我在下面。武器带疾跑，这什么说法？妈，那么狂的！ 搞什么了？不掉了！ 对，First blood，Double kill，Double kill，我操！德莱文其实是在可怜他的对手，哈！我操，这武器应该是回家搞了个萃取，没回去。 脚越，我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脚又动不了了。时间静止系列喽，家人们。哈哈哈哈哎呦，还有武器也静止了呀。哎呀，好刺激呀！四个人那么多。啊，哎呀，四个人那么多哟。我操，有点多的。哎呀，艾克还行，是这波反毒顶级。 我本来想说这个人头也给他的，但是他没遇到的话就算了。这武器积累，买这个装备，我操，带疾跑，好狠！上把皎月知道该怎么赢，确实。有走位的，我操！ 我会吃小孩吗？吃小孩是犯法的。主播是正常人，怎么可能会吃小孩？你这个想法有点不太对。我还以为这皎月他是有闪现的，所以我刚才我就往前了。 死了呀，哥们！再不走。
洗了就洗了，洗了就洗了，是不是？洗了就洗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刀蜜就刀蜜了嘞，还刀蜜刀蜜了嘞。剑魔现在出干变吗？你如果能赢的话，可以出。中单船长也太难杀人，是有点难杀人。我要安慰一下，委屈一下兄弟。我是海南的吗？是啊，偷硬币乱杀，呵呵，确实。这武器他也没掉什么线，他该吃的刀还是一刀不，一刀没剩，一刀不掉。武器没闪，那我打的就可以很激进了。打武器不先黑切吗？不用，我上次打武器先出黑切错了，直接出星虫就好，星虫那个盾很关键。一般打武器你就不碰它一下两下，这种突进战士什么武器轻钢你剑击你消耗它，平时也是就打一下两下，因为有时候你太激进，突然去跟个 E 跟个 QE 的话，你要是被它钻那圈你就很难受了。这大招又好了，可是他带几炮，没路。剑魔推塔其实是很快的，因为他推线特别快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专注于说这个英雄的技能打塔怎么样，其实你技能打塔如果不快也没关系，你只要清线快，你的伤害再加上小兵的伤害，他推线就会很快走。狂杀真的好用，这皮肤最推荐说刚入门玩剑魔的就霸天跟狂杀，就这两个你选一个去用就好了，然后剩下的皮肤自己看感觉。皮肤这个东西很主观，可能别人用的舒服，你用的不一定舒服。我用了现在霸天，我用的特别少，我要看手感。我霸天有时候会把自己手感用的很差，所以还是星虫厉害。主要是这个游戏现在它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大家的伤害你自己想，秒来秒去的，不是你秒我就我秒你。你看一下就啊。你们难道没感觉吗？这游戏现在就你秒我秒你，伤害夸张的要死。你出战斧也行，但战斧的成型时间它要慢一点，有时候可能队友暴毙，而且不带 TP 的话，可能出战斧那个伤害会有点不太够。我这个就 OK， 我们这里不用先开。神秘商店13块入的狂杀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不要急着推，这是一个很基本、很细节的东西，你不用推。这一每一个小兵都是钱，懂吧？可能我要死。我赏金有点高了，啊啊啊啊！我操！我这 W 不交他好像死了。走吧，
他干嘛要带疾跑呢？太理想化了，武器一定要带闪现的，你可以不带点燃，你闪现传送可以的。武器其实带传送跟剑魔换血不太赚。亮图标了，开始。对面 KFC 了呀，这不会对面也有演员吧？这太顺利了，有点。不会这武器是演员吧？对面应该在吵架，要么在干别的。他以为打船长。哦。武器打船长是带疾跑的吗？我不太懂。二区，这是二区吗？这好像不是二区，这好像三区。哇，打起来了！我操，跟你们讲话，我队友死完了，操！哇操，完了！没注意看。出大问题！这老鼠打了我1300，九级，八级九级1300，追个破怪，真不得了。可以出千变贪欲15，可以切影魔刀，哇那么贵啊！千变3000，贪欲3400，153300，黑切3100，影魔刀2900，太贵了。他双火刀有没有可能杀脚力任命？太贵了，而且你每个装备的强势时间点不一样。我黑切星穹或者星穹黑切，我随时随地都能打架，而且有容错呀，有一点点容错的。我出过，但是不好用，追不上人，要不就没伤害。你出这个装备完全就是固定伤害的，只是一点穿透都没有，对面黑切有穿透。别吵，弹幕别吵，别吵起来。你看自己想出啊，有的装备你觉得 OK， 你就可以出嘛，对不对？有的装备你觉得 OK， 你就出。我操，这船长玩的挺好的。就是刚刚你闪现秀，我要给你杀回来。老鼠要开大要射爆我们，我先上去。
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哎呦，烦死了，哎，没办法，太多控制了。哦哦哦，掉了掉了，哎呦，跟你们讲话，啊，搞得我浑身都是。哎，这个口子里他妈还开了一个，没注意到。哦，带个眼吧。他们称我为恶人。我快睡着了，我的。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，这一次永远。快点了，快点吧，该结束了。得赶紧下一把，这种局不用打太久，打太久也没意思。对面要么是在开会，要么就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再挣扎也没什么用。我的痛苦，我将让它绽放。多火药。我的妈呀！呜！你要干嘛？你也知道怕。哎呀！哦！完了！完了！啊！我怎么又死了？真蛋！我两刀就死了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哎呦，可惜第三下没有，一个火刀，白桶，一个 Q， 我操！再 A 刀，往前走。穿上球论都好多好高啊，二连通。掉线了，真的假的？他们应该是在吵架。我操，他撞这里能撞到那上面去的。啊！这都能杀？哈哈，我还以为他是无敌的，这都能杀啊！